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伊叫做阿良，是对庄卡来到都市讨生活的少年人。顶一站伫咧电子工厂上班，但是做无偌久，工厂煞又倒倒去，薪水无退着，唉，头家又去走路。最后，经由伊细汉时阵的囡仔伴土家介绍伊来博物馆做保全，故事就是安尼开始的。阿良，你顺路时间稍微注意一下哈。今嘛，你所看到的是阿良平常时顺路的路线，无论是盘古开天地，也是大航海时期。清朝、日本甲延续落去，安尼看起来，袂输你走大队接力。啊，这有什么变色啦？你看伊的形哦，迄袂输甲一支剪刀嘞。通山过台湾，我半天前，撒完大平冈山冈田。哦。我特别看到这只船哦，我就想到海贼王。郑阿信，我看到哦，秘伫个床底内底哦，我就想到卢夫。无险哦，加油哦！嘿，看袂出来呢，这个阿良平常时看起来秘死秘死，想袂到一个内底无人，伊的内心也有这侪心来去。紧悄悄的啦，啊，我要下班了呢，要关电话啊哦，紧悄悄的。这边有镜头，你赢老紧呢。正手边这条叫做健康路，因为你眼前所看到的各行各业、属农工商，为着厝内三顿饱，规年抗天，无眠无日，袂输敢咱做健康的。但是对因来讲，求一个家庭平安，囡仔熬大汉，安尼拍拼就有价值。到手边这条叫做成功路。因为在这条路上，有得到功名的大官，也有赚到富贵的生意人，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更成功。本地哦，去年我要行愿，还是讲在世境，无多啦，工课哦，收济啊，摆架摆不出来啦，请娘娘哦，你原谅地主啦，赶快继续保庇地主哦，真的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哦，红金虾啊，吼吼，啊，山珍海味啊，啊，台底搁多样哦，菜色青草搁澎湃，哎，乌米嘛是啥？红菇哟，啊，炒啊贵啦！啊哈哈哈哈哈哈！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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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廖铁兵来家绕白啊，烟青啊，厉害的飞。这个烟青啊，专门在绕消息，和日本官听啊。日本官听有枪、有刀、有炮。烟青啊，便绕入来消息，99%拢有事实。可以相信，我听到你的家，丢给三点五吨的黄金，我来加上。啊，这款海头啊，小死啊嘞啦！啊，月底哦，我再和你介绍，多谢啦。おはよう。
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私はリュコです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おはよう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はい、おはよう。おはよう。无啊，你别去拜托咧。你坐几年探天拢坐袂顺哦。你坐到这位救护车哦，拢甲你急面抢啊啦！紧起来，紧起来！咩事？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阿婆。阿扁头，这是足危险的。看到这，阿良对防空洞爬起来，恁大家是不是也感觉真奇怪？没错，恁的目睭实在有够来的，因为导演特别交代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让防空洞有一个刷存在感的机会。在这所藏的每一件东西，对每一个人来讲，它的背后都代表着不同的人生意义。走在每一个弯角当中，我们都能抱着一个惊喜的心情和历史重逢。找寻记忆的路途，我们的面容会流着珠泪，也会展现笑容，也有藏在内心里那个最真实的过去甲感动，这是咱美好基地的所在，台湾历史博物馆，嘛是属于咱大家的博物馆。好势啊，妹，啊，紧悄悄的啦，要落班啊，要下班啊，紧落班。啊，我是伫遮。下班啊，啊。啊，我嘛，我听等我同事。你好，班啊哈，我们关电话啊哦。